小小年纪动手术，成熟举动让人好心疼。我儿子才2岁半的时候，他就去做了一次手术。有一天，他突然跟我喊说耳朵很痛，红红肿肿的，只差没有流脓。一检查耳前瘘管，就决定去手术。小小年纪，然后就要被推进去这样子。他其实没有什么苦恼，他就一直看卡通，可是就是会在那几个广告的瞬间哽咽说：“妈妈，我好想回家，想姐姐。”对。今晚11点，东森综合台32频道，医师好了。